报恩地藏大法会，恭请湛立法师主法，日期4月7日星期日上午8点半传授八关斋戒及佛前大供，下午1点恭诵地藏经、药供、烟供、慈悲施食及护生，地点基隆法王寺，地址基隆市仁爱区龙安街198巷4弄17号，电话02-2423-9448 02-2423-9448。生命电视台中五方讲堂举办传授八关斋戒、礼拜慈悲三昧水忏、护生、点灯、供水、药供及甘露施食法会，恭请湛严法师主法。日期4月13号星期六上午8点半，地点台中五方讲堂，地址台中市北区崇德路1段631号3楼之1，联络电话04-2238-9987。04-2238-9987，法会备有消灾超荐牌位供大众填写。世界不遥远，慈悲爱相连，菩萨行者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，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。各位呢，请翻到一个重点，我想利用今天把佛法的重点跟各位报告完毕。那希望各位能够请翻到143页，能够抓到重点。因为我发觉今天好像很多是刚入佛门的啊，所以我必须讲的比较浅一点点了啊。但是浅是最重要、最重要的、最基本的。相信因果，持戒布施啊，那以这个为基础，那各位第二个叫追求佛教的目的，就是解脱生死。但是解脱生死不是不要来做人，只要你的内心里面有执着，有贪嗔痴，你保证来生死，这没办法避的。什么叫生死？升天也是生死轮回，做有钱人也是生死轮回，下地狱也是更可怕的生死轮回。那你要解脱六道轮回，那你就要消除内心这颗心起心动念。你这个心起心动念，我爱我恨，我要我不要，我骄傲我嫉妒，那你就轮回了。所以生命的轮回，佛陀讲的最好，不是神在主宰，不是风水八字，是你的心态决定你的轮回。所以叫起心动念，你就会轮回。所以我刚刚讲的观念，第一个，各位要相信六道轮回善恶果报，那你要开始待人接物，你要做好。第二个，学佛的目的要解脱轮回。如果你不能够解脱轮回，这个基本目的你没达到，很多人很喜欢布施啊，做义工啊，做个起心动念，对不对？早上我在巴都巴下，那些义工真的很忙，都没睡觉哇，办了大蒙山法会，等于7天的法会1天办完。啊，各个做得很辛苦很兴奋，但是坐下来讲都会掉眼泪哦，拍你啊，一下老公不好，一下儿子不好，一下身体不好，一下感情不顺，
啊。为什么？所以我跟他们讲，你做那么多善事，但是没有做到心里面。要知道说，做善事是要磨这一颗心的。哦，师父，我做了很多便当送人家吃，结果那些人很傲打，对不对？很无理，做该被气气啊！拿一个便当还不够，还偷拿好几个啊！那我跟他讲，那就错了。老人愿意吃素食便当，20个也给他，对不对？你愿意的话给他，但是至少没有办法，你心里也不要生气啊！你生气了，那不前面的布施的便当火烧功德林弄不起啊！啊！然后做的气得要死，但是你要知道啊，这个世间没有永恒的快乐，这个世间是来磨练的，磨练我们这颗心不会起欲望，不会生气，这个是修行。不懂修行人是来满足我的心，漂亮的小姐、帅哥来跟我在一起，不要分开啊！我喜欢的要抓住，不喜欢排斥，这个就是轮回。爱恨就会轮回。修行人是念一下，不起心动念，一切随缘，能够一心念佛，能够保持空性。所以，但是没有人这样惹你，你怎么知道你会生气呢？对不对？没有人勾引你，不是女人错，不是帅哥错，是你的心错啊！你看到一只公猪，看到母猪，怎么不会好色？啊，是因为你有执着，有执着那个相，我是人啊。美的标准是不一定的，人家唐朝都很胖才叫美，对不对？啊，那现在流行瘦，对，所以以前流行单眼皮，现在流行双眼皮。啊，所以你去韩国看，没有一尊佛像是双眼皮的，啊，一定要脸要大，而且要单眼皮，哦，这个好。所以单眼皮又胖了，你移民到韩国去吧。啊，所以。这是每一个时代不一样，但话讲回来，心漂亮最美了，啊，心清净最快乐了。那这一点各位一定要不要被境界影响。我这个人就是脾气不好，所以我要别人惹我生气，我才知道我怎么磨啊，终于把它磨掉了，啊，把自己磨到不起心动念了。我们叫无生，阿罗汉就是无生，不起心动念了。那这个还不是佛教的目的，佛教的目的最高的目的，念一下来，普度众生，离苦得乐。那除了你要相信因果，要有一颗解脱的心，而且要培养一个大悲心、菩提心，那你才能够普度众生，离苦得乐，这是最伟大的啊！那这个现在要带各位念的这个37颂，他就告诉我们整个的修行的方法。所以各位最好经常念，然后把这个37颂成为你的生命，成为你的呼吸，成为你的生活。没有前后的，并不是说哦，我做后面，前面不用做，这是一起都要做的啊。37颂是每一条你都要做到的，那是一起圆满的。所以不可能说你读了博士而忘了你小学、中学读的，你没有小学、中学教你英文、马来文。这些你根本不可能读到博士，所以你这个博士还包含你幼稚园、小学所有的一切。也就是说，各位虽然我们讲大乘佛教行菩萨道，但基本上你要深信因果、孝顺父母，这个都一定要做到的。啊，你没有做到这个帮助穷人，你讲说我要修菩萨道，你这个人又不慈悲、爱生气、贪心，那这样那你等于没有在修啊，啊。所以我想37颂是你每一条都要做到，但是佛教要有智慧，也就是说你了解了，你要去思维这个东西对自己是不是一定要如此。什么叫智慧？应该如此不应该如此你都很清楚，叫智慧。好像我是个出家人，我不能贪财，这是我应该有的智慧。我是个出家人，我不能生气，这是我应该有的智慧。所以我要并不是我没有脾气，但是我不能让发脾气，我不能去好色贪财，这是我该做的啊！我是个出家人，我应该耐得了寂寞，我要去追求真理，这是我要做的。那你要把这个法用在你心里面，对你才有帮助啊！你不能说哎呀，那个阿弥陀佛我做不到，那做不到你还念，就是以他为学习的榜样可以。
我要学习地藏王菩萨这样慈悲啊。所以我们希望佛教啊，不要太重视金钱的问题，这个金钱会污染人心呢、啊。啊，那个也要钱，那个也要钱，那个也要钱。像刚刚大家平等心供养所有出家人，哪怕一块钱，这个就 OK 了，这个就没有什么啊。你也不认识他，我也不认识他，但是出家人愿意帮我们念经慈悲，我们供养，这样就好了。写牌位没有要钱不要钱，牌位一张纸你自己印，以后牌位都自己印好了啊。你千万不要说那个大牌多少钱，小牌多少钱，点灯多少钱，这会伤害佛教，伤害得很严重啊，让人家觉得说那这样就佛门不干净，对不对？所以道场是在你心里面，不是在这个硬体，这个硬体是助缘就好了。所以那各位至少要抓到这个重点，所以要把这个佛法用在心里面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念一段一段，我简单的解释，先念143页。那各位麻烦你打起精神呢、啊，认真听啊！如果你把这37条都搞懂了，而且愿意去做了，你这辈子没有问题了啊，生生世世没有问题了。这是佛法最重要的部分。好，143页。佛子行37颂，敬礼观世音菩萨，诸佛正法无来去，唯依勤行利众生，上师观世音尊前，恒以3业恭敬礼，正等正觉无上乐，从修正法而出生，修法须依明行要，故当宣说佛子行，此生信德暇满传，生死海中度众生，故于昼夜不空过，闻思修是佛子行，贪所爱方如水深，嗔所愿洽似火热，妄执取舍成暗遁，离家乡是佛子行，冤恶尽故或见减，离散乱故善自增，心住于法生定见，依净处是佛子行，亲友伴随须离别，财宝积聚终弃捐，逝者且移身舍去，出离心是佛子行，依别若使三毒长，毁坏三学诸作业，辗转丧失慈悲心，远恶有事佛子行。好，佛子就代表佛的儿子，也代表发菩提心的，愿意帮助众生的，都可以叫佛子。那一般我们叫佛弟子，我们学佛啊，进一步成为佛子。行就代表他的行为，他的菩萨道。所以做一个菩萨的行为，他要有这圆满37条的修行才能够圆满。一开始敬礼诸佛大慈悲心的观世音菩萨，因为大乘佛教以悲心为本体为精髓，那观音菩萨代表悲心。当然念观音菩萨的名字，礼拜观音菩萨，意念观音菩萨，太大的功德了，可以消除苦难，可以让内心清净，可以满愿。一开始诸佛正法无来去，真理是永恒的，并不是有佛陀在才有真理，佛陀不在没有真理，花开花谢这就是真理，这个跟佛在不在没关系，佛不是一个创造者，佛是发现这个真理的人啊，发现这个真理，为什么升天，为什么下地狱啊，为什么怎么样，为什么怎么样，所以这个真理是永恒存在的，所以并没有过去现在未来，所以叫每一个佛就是体悟到这个永恒的真理，刚刚讲的因果空性啊，佛性的圆满菩提心，所以万法都是暂时的现象，空性的无来去的，唯一勤行利众生。那我们学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就是体悟到这个诸佛正法无来去，得到内观自在，
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所以证得圆满的空性。但是他要做的呢，唯一情形就是帮助众生。希望各位永远记住，佛教的重点就是帮助众生啊，而帮助众生却不执着，那就是空性。所以上师观世音尊前，我们学慈悲的人多礼拜，祈求观音菩萨加持，恒以三业恭敬礼。那拜佛不是光身体拜，用身体拜，用嘴巴念，用心拜啊，心也保持观音菩萨的智慧跟慈悲，所以要里外如一，正等正觉无上乐。那我们修行不是追求那种世俗的轮回的欲望的快乐，我们修行是追求成佛利益众生的这种菩提乐，所以这种成佛叫正等正觉的无上的快乐。重修，这不是说啊随便你就得到，那有如是因如是果，你要修正法，你要开始这样去做。重修正法就出生了这种菩提的快乐。修法须依明行要，那既然要修菩萨道，那我们要找到重点修行的精髓，故当宣说佛子行。所以无住贤菩萨以他一辈子的修行找出重点来提供我们。第一条，要思维做人很难得了，此生性德暇满传，就是一切都圆满了，环境也好了啊。所以当然你要仔细的话，那各位多看善知识解释，每一个名相解释的非常的圆满啊。那至少各位就是暇满人生，做人又可以听闻佛法，又环境好，等等等等啊。那所以我们要发个愿，生死海中度众生。那我们能够做人，而且这么圆满，可以听闻佛法，那我们要帮助其他的众生。虽然有生命就会有生死，但在这个生死的轮回过程里面，我们学观音菩萨这样去帮助众生，故于昼夜不通不空过。所以各位不要浪费时间，钱呢、啊、够就好啊。一个礼拜如果上班三天就可以了，就不用上班六七天。啊，一天上班两个钟头就够用了，就不要整天都在忙着赚钱，啊，所以应该为自己的解脱，为众生的离苦而精进，所以要闻思修，听闻思维就放在心里面，修就开始产生行动。简单的说啊，闻思修这一点是现在大家比较缺的。我发现华人菩萨很喜欢跑来跑去做功德啊，点灯啊，参加法会啊，拜忏啊，我付了多少钱回来很爽啊，啊，拜到腿酸了、啊、很舒服啊，啊，但是没有用到心里面去，啊，这个思呢，思就是你把听闻的道理用到心里面去思维，跟自己产生关联，而变成你的行动。就像各位，你把东西吃下去要消化它，产生这个东西的能量，你身体可以动。所以听闻思维实修。第二，那我们要消除的痛苦是什么？贪嗔痴。所以我们贪我们所爱的东西，就像陷在苦海里面，水这么深。我们讨厌我们不喜欢的东西，就像火在烧一样。我们妄想执着愚痴、哦、我这个脸长得很漂亮，我的个性我，这个最大的愚痴就是我了，面子的问题啊，有些人为了面子而死，啊，我为国牺牲自杀，啊，我为国打仗死，没有必要，对方也是人呐、啊，啊，所以不是你的国，我的国啊，所以有这个分别是人的分别，众生地球都是一家的，人跟动物都是一体的，啊，今天一只狮子把你儿子吃掉了，那我们人就是把狮子杀掉。啊，今天一只蟒蛇吃掉一个女人，大家把蟒蛇拿来杀掉。那事实上，你杀掉那只蟒蛇，那这个果报，它将来又来杀你，啊，那就不断的轮回。所以妄想执着，所以那你就黑暗了，没智慧了。所以离家乡是佛子行，所以我想各位，家是一种逼迫痛苦。离家乡不是叫你离开你家，而是你要脱离这个贪嗔痴。啊，就像各位现在坐在这边，也有一点叫离家乡，你没有在处理赚钱的事情啦，男男女女的事情啦，我们大家在修行佛法。第三，那你要脱离贪嗔痴，那你要怎么修呢？远恶近故惑见解。
那你要脱离那个不好的会让你起贪嗔痴的环境。如果你去做大生意，你就不得不贪啊，生意呢，那你就必须抬在人家头上，你必须用心机啊。所以佛陀教我们多多到寺庙乃至守八关斋戒，那这个迷惑无明会减低一点。离善乱故善之争，那各位要知道自己的方向，刚刚讲了断恶修善，所以我们应该啊要努力的去从身口意去修行，心住于法，身定见。那现在各位在听闻佛法乃至在看这些佛法，那心要安住在佛法的思维，所以各位要多读《地藏经》，你会深信因果轮回啊；多读《药师经》，你要知道怎么修行；多《普门品》，知道怎么慈悲；读《金刚经》，知道怎么开智慧；读《华严经》，知道怎么成佛。那这些呢？而且各位要经常去意念这个“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”哦，这个“阿弥陀佛”就告诉我们这个世间变化无常。啊，不要执着世间。阿弥陀佛要我们，你一定要将来成佛。那为了要成佛，他提供极乐世界给我们，而且希望大家都往生净土。那你要心里意念这个，心里安住在这个因果空性慈悲，生出这个啊正知正见，定就是正定，你的心里面能够深信因果，能够保持空性。所以一净处，这个净处不是跑到没人的地方，念一下内心极静。所以内心极静不是什么都不想，而是不去想世间的分别贪嗔痴爱啊恨啊有钱没钱，心里想的是因果啊空性啊如何利益众生 啊这个叫极静处。这个极静处就是不会让你痛苦，不会让你去烦恼。第四，亲友伴随悉离别，那各位要想清楚，你在爱的人，在圆满的感情关系家庭，最后我一定各自分飞啊。啊，所以呢，鸟兽散了，而且你所累积的所有财产越多的人，子女就到为了抢你的财产，不把你尸体埋葬了啊，甚至因为你分配的不公平，他恨你啊，所以钱是带不走了，金钱人要做钱的主人，不要做钱的奴隶。那现在的人都喜欢钱要多一点，房子要买大一点啊，大到里面不知道怎么办。啊，事实上，像我的师父啊，他一张，他就带他们，我都知道我的师父的房间就一张床，旁边摆几个衣服，这是他唯一的，啊，所以自己就是这样而已，其他的地方随便借借，所以不要去累积这个，要累积功德可以啊，累积智慧可以，逝者且余生色气。所谓意识就像灵魂呐、啊，你的灵魂所谓的我还是会离开这个身体的，身体死了，所以各位呢，对于亲戚朋友，对于财产，对于你的身体，你要放得下，因为这个是你痛苦的根源，他们一定会离开你，他们一定会变化。那如果你要开始修行啊，慢慢的少欲知足，淡化它，不要为这个在努力啊。如果你为这个在努力呢，那就得不到好的结果。再来，那你要得到一个修行，要脱离恶知识，亲近善知识。什么叫恶知识？哎呀，不要吃素啊，笨，做狼的还呵呵啊，享受，对不对？有钱要花啊。现在修行了，穿个比较朴素一点，笨，女人要漂亮一点啊，不然老公会怎么样？那这也叫恶知识。再一种是利用宗教骗你钱的，更是恶知识啊！利用宗教骗你钱的，我为了要满足我的贪心，你们最好你们的钱都交给我，我来盖我的最大的道场，增加我的知名度啊！这个都是叫恶知识，各位这个你不能接近的啊！甚至邪知邪见，告诉你那个宗教错，那个宗教错，那个法门错，就他的对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修行要有老师好朋友，那这个老师好朋友要是自己脾气又不好，又贪心，又邪知邪见，又利用宗教满足他自己，拜我就好，拜我就好，不用拜佛了，我是佛啊。这个世界很多、哦、他已经变佛了，告诉人家我就是观音菩萨。现在这个社会很多啊，我有神通如何如何。所以
那这些恶知识你要离开啊，毁坏三学诸作业。所以恶知识呢，我们修行要一步一步来，持戒、修禅定、开智慧。戒就是行为，定就是控制你的心，慧呢，内心没有贪嗔痴啦，要戒定慧。但是他告诉你不用啦，不用持戒啦，啊，学我的方法就好啦。所以自己弄出一套来，那这一点，那就会毁坏你的修行。辗转丧失慈悲心，你本来在放生，叫你不要放了；你本来做烟供，不要做了。啊，人不要跟鬼在一起。啊，那很多人就会不做了。啊，甚至我们去坟墓，我有一些菩萨以前跟我去坟墓，师父我现在不能跟你去了。我的师父说，跟你去坟墓回来都是鬼。啊，我都不好意思说，原来你师父是鬼。坟墓是慈悲。我说：“难道你不用扫墓的？我们佛教慈悲是我们一定要去扫父母的坟墓。那别人也是我父母。不过马来西亚人有一个不好的观念，一年只能跑坟墓一次，是吗？这个是错误的观念。你老辈美丽没戏啊！而且男生去，女人不能来。难道女人都不能孝顺啊？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。这些你不能听哦，啊！”一些传统的文化，一些没有根据的道理，你都不要听。就像以前我还没学佛，不要念《金刚经》，为什么？念了会亏钱。哎呦，那么大量，我念，我太太就骂我，你不要念。我说我怎么念？讲不是亏钱吗？念《地藏经》，家里会有鬼哇？难道弄鬼啊？我说你没有看《地藏经》，看《地藏经》放在家里，全家平安。《地藏经》啊这么说，哎，晚上不能念。佛又没有讲晚上不能念，晚上鬼多才要念啊！啊，那这些恶知识就乱讲，所以各位这些会让你失去慈悲心的。那这些恶知识好像很会讲，你一定要离开他，你不离开他，你修行就没有，你会气死。每天忙你钱呐、啊，多少钱呐、啊，那个多少钱呐、啊，然后那个对啊，那个错，那大家都一团忙，没有人在内心里面修行。所以各位，这个重点重不重要啊？翻过来，我们再念三条，再解释一下。来，第六：一彼若令二渐进，功德犹如初月增，教主自身犹爱众，依善事是佛子行，自身仍现生死欲。世间神奇谁能救？稀有难得佛法僧，依三宝是佛子行，诸极难人三途苦，恶业果报佛所说，纵使遭遇命难缘，不造业是佛子行。那前面这八条讲的就是我们佛教讲叫下四道，下不是不好，是基本做人跟来世升天的福报。这也是各位现在在家人一般达到这样就很快乐了，有做人跟来世的快乐啊，叫人天福报。那所以前面就八条，人天福报怎么达到呢？第六，远离恶知识，亲近善知识。那什么是好的老师、好的朋友呢？一比若令恶渐进，这个好老师、好朋友劝你不要杀生了啦，啊，不要再吃肉了。有些人，我、哦、这个老板很有钱，但是这师父就不好意思劝他多交点钱，你吃你的肉啊。那这个就是恶知识。那老板虽然有钱，拿度，多吃素不会拍米啊，会中风会死哦。你有钱也要他供养你钱，你也更要供养他法。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只要你的钱，反正你是拿，让你的功德就像初一变初二、初三越来越圆满。所以我想各位善知识叫德增上，会让你道德越来越圆满啊，缺点越来越少。教诸自身有爱众，这一点最重要。所谓善知识，就是说他重视你超过于重视他自己，那这个才叫善知识啊。他只是利用我们来满足他个人的欲望，哦，我要盖道场，哦，我要什么钱，他不管你的幸福快乐，那这些不是善知识。善知识像爸爸妈妈一样，宁可
自己受伤也要保护我们，那叫善知识。所以善知识那些老和尚大慈大悲啊，他老和尚跟你讲话，就把你身上的苦难都吸收过来，把你身上的冤亲债主都把他抓过来啊，把他的功德给你，默默的在牺牲了。所以呢，我这个才叫善知识。所以要依止善事，你才会能够行菩萨道。再来，各位要去思维啊，我们皈依，像各位信仰这么多信仰，那究竟的信仰是什么？唯有佛陀才是究竟脱离生死，不在六道里面，究竟慈悲，究竟有智慧有力量。世间的神是存在的，所以各位呢，当机跳档，你不能说完全不准，但是呢，问问过去的哦，这个祖先去哪里投胎，有可能会准，但是如果问未来会去哪里，那就不准了啊。所以不究竟，所以世间一般的人自己都还在生死轮回。老师说我们修行就是不要贪嗔痴，那这位老师这么会生气，你就不要去找他了，他自己都在贪嗔痴，都在造三途苦了，自己都不能解脱，你找他干嘛啊？所以自身人现生死欲，世间的神也没办法帮你解脱生死，但神可以帮助你。我们尊敬神，但不是归神啊。土地公，感谢你保护我，让我们家平安赚钱，感谢你，跟你拜拜，但不是归依你啊，不是归依世间的神明。稀有难得佛法身，所以我们能够了解三宝的重点，佛陀所有的佛，佛陀所讲的离苦得乐的方法法，乃至按照佛陀所讲的法在修行的叫僧，观音菩萨或是这些真正的持戒的修行的出家人，我们去依止就不会错。依三宝是佛子行，那我们皈依以后，那我们就要停止造恶业了，我们就了解生命有轮回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所以各位要去想的，地狱道的苦，恶鬼道的苦，畜生道的被屠杀被捕抓的苦，诸极难忍三途苦。现代人就是不信因果，反正死了、哎、你也不知道我去哪里，反正我做坏事也不会怎么样，坏一定有坏报的，跑不掉的啊。所以这些没有办法忍受的地狱鬼道恶鬼道的苦，畜生道的苦，你要思维自己会不会下地狱。所以很多人喜欢去算命，我说你这样算好了，你要问那位人，我现在死了去哪里？你问这个比较快了，啊，你要问这个比较快，你会不会下地狱？你现在的行为思想会不会让你下地狱？做畜生，啊，不能把佛法当麻醉剂啊！佛教是我的手段，麻醉剂，然后我来赌博，来贪欲、男女欲望、搞名搞利，那这些就是要下地狱的，啊，所以呢，要去思维三恶道的苦。所以有一句话，明知故犯罪加一等，这个意思啦。世间人不懂，我们慢慢让他懂。已经懂佛教的千万不能造业，恶业果报佛所说啊，这些恶业果报是我们所信仰的佛陀所讲的真相。纵使遭遇命难缘，就算我要死了，我也不要破戒啊，也不要破戒，也不要去伤害到别人啊。不造业是佛子行，所以来，那希望大家都皈依三宝，不造业，好不好？所以来跟我念，我们要修行啊，不是听听哦，皈依三宝，好吧，皈依三宝跟我没关系啊。我们希望大家都皈依三宝。我现在讲也不是讲给各位听，我讲给那些老祖先听啊。各位要招请他们来，这些男女孤魂，希望他们皈依三宝，不要再造恶业了。进一步我们帮他修善，他至少升天呢、啊，最好是往生净土啊。所以来，大家跟我念来：南无佛陀耶，南无达摩耶，南无僧伽耶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来，大家站起来好不好？代表身体的尊敬啊！大家都已经皈依了啦，不过就是也带着你的父母祖先冤亲债主皈依啊，然后也引导这些花草树木，这些世间鬼神所有亡魂都一起皈依，这才慈悲啊啊！所以来念一下，愿三宝加持，来念自己名字，我弟子，念自己名字，愿父母祖先冤亲债主流产胎儿
附近有情，所有往生牌位，一切孤魂众等，归佛、归法、归身、归佛境、归法境、归身境，问讯。问讯就代表消业障了啊。第二遍，你问讯完要观想，哦，三宝的功德在头上照着我们。第三遍念完，三宝的功德进入你生命了，因为你成为三宝弟子了，然后你就有这三宝的力量来加持你啊，不会堕落三恶道。所以第二遍来，我弟子念名字，愿父母祖先、冤亲债主、六道有情、皈依佛、两足尊、皈依法、离欲尊、皈依僧、众中尊，问讯三宝功德云在头顶上加持所有众生。第三遍，这个功德进入你的头顶，然后这些孤魂野鬼马上就升天了。三宝的力量，一句阿弥陀佛，消灭八万亿劫生死重罪。往生者，愿往生者就当下往生了，超度了。所以第三遍更重要。来，我弟子念名字，愿父母祖先、冤亲债主、流产胎儿啊，如果做妈妈有不得不流产的，你想想啊，儿子啊、女儿啊，妈妈爱你哦，现在跟你忏悔，也带着你皈依哦，啊，他就很高兴，因为你终于重视他了。他已经跟你敲腰敲了几年了，你都不理他，让你腰痛了。他跟你敲你的小肚，让你妇女病了，因为你不理他。那你现在带着他，带着他啊，来，所有流产胎儿往生牌位，皈佛，永不堕地狱；皈法，永不堕恶鬼；皈身，永不堕畜生。再观想一次，愿往生父母、七世父母、累劫父母、历代祖先随我皈依啊！你再祈请他们一次，他们皈依就好了啊！再来念一下：皈佛境、皈法境、皈身境，愿为三宝弟子。从今以后，敬未来际，不伤害任何生命，保护所有生命，离苦得乐，同成佛道。问讯，好，再来皈依了以后，第八条不造业。什么叫不造业呢？就是希望大家守五戒。你能够守几条就守几条，好不好？不杀生，或不偷盗，或不邪淫，或不骗人，或不喝酒，五条全守，命运改变。那至少守一两条，至少不会堕落地狱鬼道，说呢，持戒可以升天嘛。那各位能够做到的，譬如第一条一定要做到不杀生啊。所以我现在念各位答案，能持，那你就不造业了，这一条最重的业，然后你就有五个护法神了。不但如此，我们还会放生。多吃素啊，所以让我们的父母祖先、冤亲债主都一起受戒啊。各位为三宝弟子，学习诸佛菩萨，爱护所有生命，所以不杀生，也不能自杀，也不能叫别人杀，也不能堕胎。所以过去你有堕胎杀生，现在你忏悔了，不杀生，功德就可以回向给他们了啊，这才是真正的忏悔了。所以第一条，各位尽行受，不杀生。不杀生的戒律，我问能不能持？你要能持讲能，你要不能不要喊出来，人家会看你那安尼，你就点点都会了，惭愧惭愧啊！不杀生不叫你不吃肉啊，现在先不要杀，慢慢来啊！但是能够吃不吃肉最好了。所以再念一次，尽行受不杀生的戒律，能不能持？第二条不偷盗。不会去偷啊，骗人家的钱呐、所以赌博不算偷盗，你们跟丢啊，不偷盗。所以第二条，进行受不偷盗他人财物，不偷盗的戒律能不能持？第三，
不邪淫啊，各位不能破坏别人的家庭，不能搞婚外情啊，也不能婚前性行为，没有结婚的男女不能一起睡觉，那就是邪淫啊，赶快悬崖勒马好不好？各位男人做错了就 OK 停，在佛前忏悔，以后对你老婆好一点，家庭圆满才讲修行，家庭不圆满不能谈修行的啊，祖先都不原谅你。所以第三条不邪淫，女孩子也一样啊，不能哎，这个男人很爱很爱很爱，好吧，带你去旅馆 ，no， 对不对？谈恋爱归谈恋爱，哎，不要来这一套啊。所以各位这一点啊，要不邪淫一定要弄好啊。所以第三条禁行受不邪淫，不邪淫的戒律能不能持？第四不妄语，不要骗人啊。但最大的妄语就是说，哦，我是什么神通啊，我很厉害啊，怎么怎么样，骗钱的很多了。真正有神通的有，他不会要你钱的，他只是点你一下，对不对啊，帮助你，他不会给你搞心念三的啊。所以世间的欺骗最好不要啊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有，货真价实卖贵一点没关系，对不对啊，但是你不能骗人。好，所以第四条禁行受不妄语，不妄语的戒律能持佛。第五不喝酒，很多人说酒又是素的，我都不能喝。喝酒魔就会进入你的心呐，就会乱性，乱性以后你就会杀生偷盗，什么都来了啊。所以各位呢，不要喝酒，最好也不要抽烟吸毒啊。佛教徒真正在修行了，连葱蒜韭菜都不敢吃，吃了也会着魔。啊，为什么说吃素那一天不吃葱蒜韭菜？因为魔会入你的心，会卡你的嘴巴，啊，你念经就不好听。所以第五条，禁行受不饮酒，不饮酒的戒律能持佛。好，请坐。这下功德不一样了，我没有白来了。你受一条戒，点一支香，平常一支香，你受不杀生戒，点一支香变成五万支香，因为你有这个戒的功德。你受两条戒，那就不得了了。你受三条戒，受五条叫满分，受四条叫多分，受三条叫中分，受两条叫少分，受一条叫一分。佛陀很慈悲，都给你定好了。所以以后你看到别的法师，我皈依三宝了，我是两分优婆塞这样。那法师就会再给你鼓励，为什么那三条不受啊？他继续劝化你啊，这是法师应该有的责任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念一下。当然，希望各位多吃素，特别是这六天呐、啊，今天十四，明天十五，初一啊，初八，这些十四、十五、二十三，后面两天叫六斋日，这斋日最好不要吃肉啊。当然你能够天天不吃肉，那太慈悲了。第九念一下，三界月乐如朝露，顷刻须臾坏灭法，终不退转解脱道，起希求是佛子行，无时劫来悯我者，母众若苦我何乐，度脱无边诸有情，菩提心是佛子行。好，重点就是第九第十，我们皈依三宝守戒了，这还是自私的啊。那我们进一步还要追求解脱，但是个人解脱不伟大啊，所有众生母亲都解脱才伟大，所以由希求解脱转为利益众生成佛的菩提心，就是这两段。所以第九，虽然各位皈依了受戒了，也经常会布施，但是你要去思维三界月乐如朝露，简单的说，这个世界所有的快乐都是痛苦的因，这一点各位好好去思维这个道理。爱情、身体、金钱、地位，让你做首相好了，让你做苏丹好了，啊，做地球国王好了，那只是一个感受，痛苦更多，啊，一样要生老病死。所以这个世间的快乐，就像这个花一样，就像水泡一样，
就像早上的露水一下就没有了，蒸发掉了，变化无常，空无我，这一点各位要想清楚。特别念佛的人，念佛为什么可以往生净土？念佛阿弥陀佛一定来接引你，那为什么不去？放不下啊，放不下，放不下就没办法去念佛。你只要有厌离世间，不执着，阿弥陀佛一定来接你，只要你有信心愿行。问题是你要放得下，所以这个世间所有的快乐都会变化的，不要期待它啊。所以那一天有一对新人结婚，来请我吃饭，师父给我们加持，好，准备离婚。对，我他们两个眼睛瞪着我，的意思是说，你要有接受变化无常的道理，这样你才会爱惜对方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意思是说，你要太执着，反而让你们两个爱到离婚，了解吗？啊，因为你要了解这个世间，你生小孩，有可能小孩比你早死。你做事业也有可能倒，你每天跑步运动吃什么综合维他命也会得癌症，因为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。所以这个世间一切，念一下，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无我就是你没办法主宰，结果是怎么样？来，生灭变幻，如幻如化，生灭变化，如幻如化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了啊。所以这个四界、三界、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所有的快乐都是变化无常的，顷刻须臾幻灭化，一下就在生生灭灭了啊！花开花谢，一下亮一下暗，就像我们白无常、黑无常，白天晚上，这个世界变化就像那个秒针一样，啪啪啪啪啪不停的，你的身体也不断的在变化。这一点永远要相信，千万不要说我永远要这样，没有了，只有永远慈悲，没有永远要那个啊，要随缘接受变化，所以终不退转解脱道。所以各位，这个意思佛要告诉我们，来，不执着一切，因无所住，你一执着，鬼就找你，痛苦就找你，房子是我的，住持是我的，会长我在做，那你就起心动念想要去占据他，想要去设计他，痛苦就来了啊，身体是不是你的？死亡、变化、腰痛、腿断、高血压，随时会来的。你谁保证？所以现在最流行的行业叫身体检查，干燥好利息，没病都检查出病来啊！因为大家都怕，赶快检查，赶快检查。就是每个人都会病，而且时时刻刻发生在你身边。现在又有媒体随时告诉你谁生病了、谁死亡了、谁变化了，这一点是真的。所以呢，各位啊，永远不执着。所谓解脱，就是不起贪嗔痴，不执着，不想抓住什么，这个叫放下。放下不是放弃啊，放下对你太太的执着，却好好的关心她，可以了。放下你对爱情的执着，却好好的去给对方幸福，那可以。但是如果你要狠狠的抓住，不放下，那你会很痛苦啊。所以各位，现在你长得还不错。小心等一下开车出去不小心擦到脸毁容，不小心怼断腿啊。所以政治一变化，天气一变化，火灾啊，政策一改变，什么都会变化。这一点各位要念一下，接受无常，了解无常，心里要一直告诉这个你，这样你就不会痛苦。我就是知道我会死，所以我还要精进，一分一秒我都要把握时间，因为会死嘛。再多的钱，再好的爱情，子女再好，带不走了，而且更痛苦，放不下的。所以这一点一定要经常去思维，这个世间没有快乐，你所谓的快乐就是痛苦，你只要去追求那个感受。我长得不错，多看我两眼，再给你看十年好了，你永远漂亮吗？啊，我现在腰很挺啊，看到老人家挑骨挑骨，哪一天就换你了啊，这些事情你要想清楚，不要漂亮、年轻、有钱、脑筋好、记忆力好，赶快拿来帮助众生学佛法，不然你等你老了，背都背不起来，我跟你讲。啊，所以这一点你要把握，因为随时在老化，所以不要追求世间的快乐，世间每一样都痛苦，那这个痛苦可以让我们修慈悲心，可以让我们解脱，要这样了啊，所以终不退转解脱道，起希求
不要有所得去忙佛教的事情。我们修行是基本上个人解脱，而如何也让众生都解脱成佛，而不是有所求。这一点要记住，起希求要有这个放下不给别人压力的心态。那转过来呢，为个人解脱，那还不是佛法的精髓。无始劫来明我者，我们百千万世轮回，做过猫，做过狗，做过神，做过蚂蚁，做过人，我们有多少的爸爸妈妈？各位，狗是我们的妈妈，你相不相信？因为我们都做过小狗。鸡也是我们的爸爸妈妈，牛也是我们的爸爸妈妈。因为百千万劫，我们这个生命已经百千万劫，我们就是老灵魂了，什么都做过了。所以我认识很多有神通的人，我都问过他，我做过鸡，我做过蚊子，我做过苍蝇，我都问过啊，我做过鱼，我什么都做过了，不知道女人有没有做过这样啊。所以我做过军人啊，所以我做过杀人的人。所以每个人角色不断的随着业报，如果没有修行就是如此嘛。所以要觉得说，哎呀，难得我现在投胎要做人了啊，但是我的累世累世的爸爸妈妈呢，他们现在不知道在哪里，还在轮回啊。所以如何去帮助他？所以这些无始劫来对我好的人，怜悯我的人，这些母亲众生，如果他们还在受苦，我有什么好追求个人解脱的快乐呢？所以各位要以对自己的解脱转为对众生的慈悲啊，根本没有一个我好解脱，这一点站在菩萨道，诸法空相，没有一个我，也没有贪嗔痴，它的本体都是空性，你安住空性就好了，不执着，但是要帮助众生度脱无边诸有情，而发起为利众生愿成佛，也让众生成佛的菩提心，那是佛教最高的目标。菩提心，菩提心就是我们的自性佛性啊。那这一点是我们从皈依到现在，所以我现在问各位，如果你愿意，我说各位愿意发菩提心吗？你说愿意，那你就从今天开始你是菩萨了，好不好啊？那菩萨就要开始学菩萨道了，地藏经怎么做啊，菩萨怎么做啊，因为我们大乘佛教大家都要做菩萨啊，所以以前是求菩萨，现在我们也做菩萨，所以我们就放生啊，烟供啊，地狱啊，帮助老人啊，想尽办法去帮助众生啊。所以我问各位哦，各位愿意发菩提心佛？再问一次好了，讲大声一点，愿意啊？不是不是，要不要嫁给这个男人？愿意，是不是？那个不重要，随缘呐。那是笨笨的时候，愚痴的时候讲了这个笨的话啊。但是现在那个叫姻缘，结婚是个姻缘，生小孩是个姻缘，把握这个姻缘去爱护对方就好了，但不执着啊。但是真正我们要抓住的是大悲心、菩提心，为众生成佛，要帮助所有众生都离苦，因为众生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。所以有人我说，师父你不会去谈恋爱，这个女人都做过我妈呢，你想到这个妈妈再性感也不会爱她，没有人乱伦的啊，每个男人都是爸爸，骂你骂老半天，所以我们上辈子不孝，这辈子看到我们继续骂而已啊，没关系没关系，那就是尊敬他，一只猫一只狗都做过我们的爸爸妈妈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报恩。所以我告诉各位，一个人不懂得知恩报恩的人，不要跟他在一起，叫恶之事，但是要对他慈悲，但是不要跟他做同事，不要接近他，但是要回向给他。所谓菩萨是，虽然我知道你不好，我不能跟你在一起，但我心里面回向给你，而不是说我断除跟你的来往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因为我会被你影响，因为你是一个不报恩的人，不孝顺的人，所以以前我在家做生意的人，那些做生意的跟公司的同事，如果不孝顺的，我绝对不跟他做事，不跟他做股东，会对不起太太的，不跟你做生意，你连你太太都要骗了，我算什么啊？那所以各位，一个人要成功啊，这是基本的道理了啊。所以各位再问一次，愿意成佛发菩提心普度众生，愿发菩提心佛？哎，麻婆就靠我们了，就是各位都是菩萨了，要开始利益众生嘛。那现在做菩萨最大的敌人是谁？你自己了，又要贪了，又要骂人了，又要生气了啊！
要自私的，这个你要去征服你自己，因为这些会让你不能发菩提心。所以怎么修呢？后面这四条我们讲完。来，第十一，贪图自乐众苦集，利益他人佛心生，承担他苦舍自乐，修交换是佛子行，彼虽贪到我身物，或使他人夺我财，犹将身财三十善，修回向是佛子行，我身原无何过错，他人竟来断我头，于彼因生难忍悲，待受过是佛子行，彼虽百般诋毁我，谣传恶声遍三千，犹怀深切悲悯心，赞他得是佛子行。那修大悲心菩提心最重要的是敢而且愿意承担其他人的痛苦，包括众生，包括你的敌人啊，而且愿意把自己所有的好处功德都布施给对方，这个叫痛苦给我，快乐给你啊，愿待众生受无量苦，令诸众生毕竟安乐，叫修交换。这是释迦牟尼佛所体悟的快速成佛的方法。所以释迦牟尼佛比弥勒菩萨晚发菩提心九劫，却比弥勒菩萨早成佛啊，因为佛陀修的就是这个五浊恶世，所以每一个佛都在净土度众生多，唯有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五浊恶世啊成佛，以五浊恶世当作净土，所以十方诸佛的赞叹本是释迦牟尼佛这种大悲不退转。所以那各位要修菩提心呢，不能自私了啊，不能什么事情都为自己想，今天你开店隔壁生意好最重要，你自然生意好，很奇怪，你每天隔壁最好早一点关掉，你就先关了，你就火灾了啊！就是自私是所有痛苦的原因，唯有不自私的帮助别人才是快乐的因。各位要把这个真理去体悟，你就不会改变了，不用保护自己，保护别人才是保护自己啊！帮助众生才是帮助自己，要想好这个道理。所以各位从今天开始做任何功德都不要求自己而已。哦，我做功德给我儿子，我做功德给我老公，做给我祖先，不是这样做。你要是你真的要帮你祖先，是以你祖先的名字，以你的钱，以他的名字去做功德，回向给众生，你祖先得到更多，而且你还可以修悲心，对不对？但是不要有所求的为自己去做。所以第十一，贪图自乐众苦集。你贪图感官的快乐、欲望的快乐、心态的快乐，任何世间的快乐都变化无常，只会让你痛苦而已，因为变化无常。利益他人佛心生，一个人什么生时候佛心呢？做什么都想到别人，帮助别人。特别各位挂名为佛教徒啊，如果做不到，人家会毁谤佛教了。你最好不要随便讲你是佛教徒啊，这是菩萨戒，说你受了菩萨戒不要让人家知道，不然别人会用菩萨的眼光看你，哎哎哎，泼散，菩萨还在生气呢，还在骂人呢啊。所以你要想办法。所以各位现在虽然我们没有很多钱，但是心里一直想我如何帮助所有马来人翁阿红，所有帮助所有华人，希望他们开车都平安翁阿红。你知道不管他们在做什么，这家开店哦，希望他们开店可以赚钱啊，将来可以做更好的行业，你要升起这个想法啊。你千万不要说哎呀他挡到我生意了，他障碍我了，不能有那个自私的想法。一有自私呢，你就没办法去利益众生。所以我们为什么出家人会出家，出家就是没有个人的感情金钱，这才能够实践无私，那你才能够真正去帮助别人，才能够符合菩提心。佛心就是菩提心，承担他苦舍自乐啊。所以今天你刚好买了一个房子，买好了，结果有一个独居老人没地方睡，睡在你家门口，你一门打开，哦，我发了，这间是给你住，啊，没人孝顺，我当你儿子，那你福报大了，
那个老人是佛菩萨示现的，所以我们台湾人也就叫什么道来去大处，鸟来探大钱，对不对？啊，意思说你能够去帮助这些收容这些可怜的动物也好，可怜的孤魂野鬼，那你是最有福报的。所以各位不要怕，我发觉马来西亚菩萨门口都有一个红房子可以超度了，对不对？红房子以后把红房子改成普渡屋，这样每天就是那个红红的房子，你们在拜土地公啊，拜天公的、啊，那个还有个私心呢、啊，你要给他改成红房子，改成就叫幽冥殿，好兄弟的啊，不是拜发财的，拜发财是自私的，对不对？你要既然要拜，变成慈悲了啊，变成慈悲，希望每天为他们烧香点灯，布施食物，功德回向给他们啊，里面还摆个念佛机啊。所以各位你在修金砖，我看马来西亚那个金砖楼还做得很漂亮的，还红红红红的，上面还摆金宝，对不对？还发财发财，那你可以烧啊，你烧金子，大家发财，这样就好了啊。你不能说我家发财，你家发财，你家变火灾。贪图自乐，痛苦生，要利益众生。所以第十一条叫修交换，各位要开始不要自私，做什么都要想到别人啊。这一步，这个东西不好吃，那个东西好吃，我先吃不好吃的，好吃留给别人啊。男人要结婚，这个比较胖又丑又穷，这个我来娶。漂亮的送给别人，这样子啊。你哪一天要结婚呢？这个男人不好，没人会嫁他，我来嫁他。你要开始修，你要有惭愧心，真的做不到，但是有惭愧心啊。你没有惭愧心，你就没办法修行，因为我们实在做不到，所以有惭愧心才会谦虚啊，然后观想，好吧，愿他的痛苦给我，因为我的快乐给他。你不这样做，你没办法修慈悲心，没办法修菩提心。所以后面这四条讲的是，你既然发起为了大悲心要修菩提心，你应该要经常这样做。第十二，彼虽贪盗我财物，或使他人夺我财，这个人偷我的钱，骗我的钱，还是指使别人来偷我的钱，我还不能报复他，犹将身财三十善，把我的身体乃至我的财产乃至我时时刻刻所做的善业都回向给他，都为他去做啊。那这样你才可以怎么样？你讲断我执，消灭自私，培养慈悲啊。你要修悲心，如果有一个自私心，一个我，你没办法修的。所以为什么佛教说要有空性，无我的空性，你才可以圆满大悲心啊。如果你要修慈悲心，一定要把这个自私我执消除掉，还要承担对方的苦，那你才有悲心，有悲心才能够发起菩提心。所以不管对方如何伤害你，偷你的钱，你还默默的替他做功德。所以现在有人要告你，你赶快拿100块替他放生点灯回向给他，了解吗？那你还得到了功德，而且不欠他债，因为你回向给他就不欠他债了嘛。要懂得这样做。第十三，我身言无何过错，他人进来断我头，我这个身体根本没有冒犯对方，别人还要来砍我的头。与彼应生难忍悲，待受过是佛子心。那对这种伤害你的人、诬赖你的人，你不但不恨他啊、而且还对他生气啊，这个人不懂因果，无明，虽然现在快乐，将来可能要堕落地狱，怎么办呢？啊，还为他生起悲心，愿我能够承担他下地狱的恶业，愿我的功德给他。各位，这很重要。为什么佛要这样说呢？因为修慈悲心、菩提心的人，整个世界有70亿个人，你只要恨一个人，你的悲心、菩提心就毁掉。没有，记住这句话啊！你只要放弃一个人，我不渡你，那你就没有所谓悲天菩提心。所以这些人怎么伤害你啊，乃至砍你的头，你都不能恨对方，你还要承担他的苦啊，接受他所有的痛苦，那这样可以消灭你的，保护自己的这种我执，还可以修大悲心，还可以成就菩提，这一点永远记住。那这个叫修行。所以十四，彼虽百般诋毁我，谣传
恶生变三千。今天你在放生，今天你在推广吃素，今天还给你看报纸，给你乱骂，你要自己偷笑哦，我可以修福报啊，太好啊，消我业障啊，啊！而且不能抱怨对方，彼虽百般诋毁我，谣传恶声骗三千。有些人你给他考试啊，这个人很努力修行，哎，他偷我钱，哇，骂死人了，你破功，我才你的修行破功，稍微考试一下你就再见。所以各位，这一点你都要觉得哦，这个只是一个声音。如果我没有，我没什么好生气；如果我有，那我更要惭愧啊。那我能够别人误会我，我可以承担这个恶业来消除造这个恶业的苦，多好啊！你要这样想。所以对比呢，犹怀深切悲悯心。所以我想，做儿子的不孝顺妈爸、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不会恨你，他只是伤心而已啦。如果他真爱你，啊，别人怎么讲没关系的，他是我儿子，他一时失去控制了，啊，精神有问题了，没关系的，你还继续爱他。所以各位不能恨人，不能排斥别人。有些人是心很好，嘴巴很不好，动没调侃没，那你没有修嘛？你说你心好，那你干嘛骂人呢？你没有修行嘛？有修行的人不会骂人的，所以还会同情对方。所以这四条各位要，你要把它当作你的生命啊，你要实修放在你心里面，不然你说好像是佛教徒自己都做不到啊。那所谓讲这个，除了要求你自己，那你今天要去接近的修行人，他有没有这个资格？他如果有这个资格，你去接近他也没错。如果没有这个资格，他很出名也没用。所以各位，出家人也是人，我们尊敬他的外表。如果这出家人内在没有这些德行，你也不要接近他，因为你听不到、学不到真正的佛法，反而被利用，这样也不好。好，我想感谢马来西亚政府，居然各位都会听中文、会看中文。我下一站去印尼，这下拍名了，听不懂，翻译老半天也翻译不懂啊。那没办法，大家又喜欢拜佛，他们也奇怪，越听不懂越喜欢拜啊，越听不懂越喜欢念，都用拼音的在念，没有一个懂，因为不懂中文。那像我们懂中文的人，反而就是很随便的，就看完就算了，不会用啊，那也好可惜啊。这个不是很深，但是各位你稍微思维一下就知道它的意思，然后怎么样拿来修行啊。145页开始念。大众集会彼发难，皆我隐私出恶言，于彼反身善事想，背恭敬是佛子行，我护彼人如亲子，彼犹是我似口仇，正如母怜重病儿，背悲悯是佛子行，同被祸诸行为者，虽怀傲慢屡欺凌，我亦敬别如上师，横顶戴是佛子行，众人轻贱缺资财，复遭重病及魔侵，众生罪苦仍取受，无畏却是佛子行，众人清净复圣名，财富量起多闻天，因官荣华无实意，离骄慢是佛子行，内心嗔恚未调伏，外敌虽伏玄真胜，故因素心慈悲君，降自心是佛子行，五欲本质如海水，随意受用增饥渴，于诸能生爱取有，顿时舍是佛子行，世间所有为是现，心提离诸细论，了达能所本无二，不执亦是佛子行，赏心悦事现眼前，因观犹如夏时红，外境虽美终非实，离贪着是佛子行，
诸苦犹如梦丧子，妄执时有起烦恼，故于为缘会遇时，观虚妄事佛子行，求觉应须舍自身，况且一切身外物，故于身财尽舍却，不忘报是佛子行，无戒自利不能成，欲成利他岂可能，故于三有不需求，勤护戒是佛子行，欲降福慧诸佛子，应观愿家如至宝，于诸有情舍愿对，修安忍是佛子行，二圣行者为自利，上勤修如旧头然，为利众生起善根，发精进是佛子行，甚深净虑生慧观，能尽除灭诸烦恼，知此因理四无色，修禅定是佛子行，六度不依智慧行，正等正觉不能成，善巧方便三轮空，修智慧是佛子行，自身过失不在意，道貌黯然行非法，故当相续恒醒察，断己过失佛子行，无名妄说他人过，徒然减损自功德，于诸三圣修学者，不非他是佛子行，攀图历尽起争执，闻思修业将退失，故于亲友施主家，离贪爱是佛子行，出言恶语乱人心，败坏佛子诸行仪，故于他人所不悦，绝恶言是佛子行，烦恼成习则难改，警醒常思对治法，贪等烦恼出生时，即摧坏是佛子行，当于何时行何事，深观自心本面目，恒系正知与正念，修利他是佛子行，勤修诸行所生善，为除众生无边苦，三轮体空清净慧，向菩提是佛子行，我依经序诸论点，先贤圣众所说义，未欲修学佛道者，撰佛子行三七颂，才疏学浅文不精，硕学暂读难欢喜，然依经教圣者故，佛子行诵因无误，佛子诸行广大海，愚钝如我难进测，其愿智者持数右，为离不达诸过失，愿以此善济众生，悉发圣俗菩提心，不住涅槃出轮回，成就等同观世音。请看第36跟37，至少我们有头有尾。36，当于何时行何事，深观自心本面目。所以不管在任何时间做任何事情，你要借假修真。我们要深，就是看到自己的本体，我们的起心动念是不是正确啊？而且修行是为了找到自己佛性、空性，这样才能够真实帮助众生。所以恒系，各位要永远保持正知，不能生气，不能起欲望，不能骄傲，而且要保持利益众生、承担众生苦的菩提心。你要随时有了解，这个知代表一种智慧，了解万法的本体，不要有分别，了解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，所以正念就代表空性跟大悲菩提心，所以要活着是为了利益众生。所以我想发菩提心的人，
只有一个目的，帮助众生离苦啊，活着是为了帮助众生。就像太阳，太阳一出来就是要照无分别的照万物，太阳没有宗教啊，所以它的目的就是发光发热，让万事万物能够成长，跟水一样。所以有时候想想，我们人不如树，树它活着给我们氧气，给我们一个景观啊，给我们一个平静的心态。所以那人要学树一样无我，只有能够利他。那至少树可以给蚂蚁住，可以给鸟住，可以给松鼠住，可以给人类遮阴。水也一样，阳光也好，土地也好，万事万物他们都是希望无我能够利他。所以我们人因为有私心有我执，所以人类破坏了这个世界，人类杀害了无量无边的动物。所以人为了现在这个所谓的公司也好，政治也好，国家也好，当然为了要赢过别人，可能有时候会有这种对立战争，跟政治一样，为了要选举，你不得不讲，你必须讲对方不好嘛，哪一个政治说对方好，你选对方啊，这个是世间法，就是对立，这是没办法的，那各位了解就好。但是我们别人对立我们不对立，两边都是我关心的，希望选上的也好，没选上的更要好啊，希望他们也能够了解这个道理啊。所以人不能有一个惩罚对方的观念，惩罚对方的观念是一个很毒的心态啊。这个人他自己会惩罚自己，只是他在受惩罚的时候，这个业报我们同情他，而不要去惩罚对方啊。就像你现在吃素了，那别人吃肉结果病得很厉害，你看他就是吃肉，叫不你的语气就失去慈悲心，不对了啊，因为你失去了你该有的语言，你要想说哦，希望他透过这一次能够改变他的思想行为，我们也来帮他回向。所以意思是说，各位你要保持正知正念，而引导你的语言行为要还是在利他，还是在利益众生，而不是数落对方啊，抱怨对方啊等等。37，所以我们要努力，各位不要浪费时间，勤修诸行，所说善，所生善，点灯、念经、打坐、老人院、孤儿院啊。所以各位你一定要大做功德，为什么要成佛啊？功德力要大啊。所以呢，勤修诸行，什么好事，而且不分南传佛教、汉传佛教、藏传佛教、天主教、基督教，只要是众生的离苦得乐的好事，我都要帮助。各位也不能光回向给马来西亚，天天要回向给菲律宾啊，回向给叙利亚，对不对？天天回向给美国啊，啊，所以希望他们都能够看到真相，希望都能够朝慈悲，就是美，为除众生无边苦。所以我们所做的所有的善行，是为了帮助所有众生脱离轮回痛苦，而不是某一方面的众生。我华人只有帮助华人，我藏人帮助藏人，啊，我人类帮助人类，而就忘了其他众生的苦，不行，要为除所有众生无量无边的苦而为他们努力。虽然各位讲慈悲心慈悲心，如果你不去做，那你这个慈悲心没有产生行为，产生利他没有用啊。所以就算我们不能救所有的狗，那至少救一只也好，那其他我们一直给他回向超度。我们没办法救所有的被杀的鸡啊、牛啊、猪啊，那我们要天天的回向给他们啊，让造成他们解脱的因缘，不用再轮回被杀，不管对任何众生，为除众生无边苦。然后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能执着，三轮体空，没有我在做，也没有你在被我帮，而且我帮助你这个100万或是这个东西，也是一个幻化的空性。各位要做完就要放下啊，也回复归零，空性三轮体空，保持这个清净，那你才不会退转。如果说执着我在做，你也会退；执着你在被我帮，那你不谢谢我，我对你那么好，连笑一下都不笑。哼，就像有人骂我师父，红包给你，你看我都不看一眼。我说你是女人，我不好意思看。我再看你一眼，你再看我一眼，两个就碰面眼，那怎么办呢？
但是缅甸佛教都是这样，不能看的，对不对？说我尊重啊，他不看我，我也不看他，尊重啊。这有人家有这个戒律，也有他保护的效果啊啊。但是不能 有所求，所以要这样去的。向菩提，一切回向成佛，追求成佛，让众生成佛，所以修利他向菩提，修利他向菩提，修利他是慈悲，向菩提是菩萨道。整个大乘佛教就不离开这个，多做好事，回向西方极乐世界成佛，这样啊，往生净土是一个很好的方便。如果你已经证得不退转的空性了，你不去净土可以了，你就直接来轮回就好。但是如果你还会被这个世间起心动念，还没有证得圆满的空性，所谓空性是没有分别了，了解一切了，一只猪跟一个男人跟女人，它只是外表而已了。称赞你跟杀你，那只是一个感觉，你不会起心动念，那叫证的无生空性。那个时候你不去净土都无所谓了，啊！但是就算你不用去净土，你也会号召大家去净土，因为众生母亲还没有你的阶段嘛，啊！普贤菩萨、文殊菩萨还是要一下大家发菩提心，回向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！十方净土都可以，因为你到了净土就会成就菩提，啊！所以。那这样子来修行。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，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进入您的心，改变您的生活，帮助这个世界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海涛法师弘法行程，3月28号星期四上午9点，马来西亚槟城菩提国中八关斋戒；3月29号香港弘法行程；3月30号星期六念地藏菩萨、卢舍那佛、持斋除罪1000劫。上午10点半，香港北角陈述渠大会堂上供下师祈福法会；晚上7点佛学讲座，讲题慈悲大爱众生一体；3月31号星期日上午10点，香港上村八香古庙点灯药供祭慈悲施食；4月1号星期一上午9点半及下午3点半，香港北角码头护生；4月3号星期三念药王菩萨、药上菩萨、持斋除罪7000劫，上午8点半板桥悲愿寺八关斋戒慈悲三昧水忏法会。联络电话02-2951-0565。4月4号星期四藏历重日念释迦牟尼佛、持斋除罪8000劫，上午8点半板桥悲愿寺听名孝亲报恩八关斋戒恭送地藏经。联络电话02-2951-0565。4月5号星期五清明节念定光如来、持斋除罪40劫五殿楚江王千秋，上午10点
新竹普贤佛道院前广场，清明孝亲报恩，点万灯，供万水，药供护生，即时时超度。联络电话：02-2917-8855、03-533-7368。4月6号星期六，距十月，等持如来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万倍。上午8点半，台中五方讲堂清明孝亲报恩传授八关斋戒。联络电话：04-2238-9987。4月7号星期日，距十月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0倍，玄天上帝万寿。上午8点半，高雄和春技术学院大发校区篮球场清明孝亲报恩传授八关斋戒，护生点万灯，供万水，药供即时时超度。联络电话：07-556-9911、07-710-3522、07-722-1749、07-365-4369、07-221-2323、07-783-1120、07-622-2555。4月9号星期二，距十月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0倍。上午8点半，屏东万丹慈悲超度道场清明孝亲报恩传授八关斋戒，护生点万灯，供万水，药供即时时超度。联络电话：07-710-3522、08-707-1190。4月10号星期三，距十月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0倍，济公活佛成道。上午8点半，麻豆园区清明孝亲报恩传授八关斋戒，护生点万灯，供万水，药供即时时超度。联络电话：06-213-1112、06-571-9119。4月11号星期四，距十月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0倍。下午1点半，嘉义启智学校慈悲关怀及亲子教育讲座。联络电话：05-225-5888、05-216-6700。4月12号星期五，念药师琉璃光如来持斋除罪30劫，距十月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0倍。六殿变成江王千秋。上午8点半，云林观音讲堂八关斋戒，点灯供水，药供即时时超度。联络电话：05-633-1565。4月13号星期六，距十月药师如来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万倍。上午10点，新竹普贤佛道院前广场点万灯，供万水，药供护生，即慈悲施食。联络电话：02-2917-8855、03-533-7368。敬邀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。阿弥陀佛。生命电视海涛法师冲绳除障祈福慈悲之旅，恭请海涛法师领众。日期：4月15号星期一至4月20号星期六，共计6日。行程安排：参访赖长岛、普天间宫、金武观音寺、金龟仁成基、古琉球王国中地地、首里城、波之上神宫、冲宫、世界文化遗产斋场御月、日本第二长的超壮观钟乳石洞、玉泉洞等等。报名专线：台北生命道场。联络电话：02-2550-9900、02-2550-9900。安排：西班牙中心的马德里、中古世纪小镇托雷多、古罗马帝国遗址塞戈维亚、西班牙中西部有黄金城市之称的萨拉曼卡、世界上最美的书店莱罗书店、欧洲新兴目的地第二名的波多、葡萄牙第三大城孔因布拉、具观光特色及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里斯本，融合阿拉伯文化与欧洲文化的世界文化遗产先达皇宫、欧洲最西点洛卡贾、
童话般的梦幻宫殿佩纳宫，文学巨作卡门的发生地塞维亚，融合伊斯兰文化与基督教美妙的